2022年4月30日，在东南太平洋的洋面上，将发生一次日偏食。这次日偏食将发生在国际标准时间18:45到22:37之间。画面中的红色部分，就是地球表面上可以看见日偏食的区域。这是从太阳的角度看地球，这是从太阳、地球之间的第二拉格朗日点看此次日偏食的过程。詹姆斯·韦伯太空望远镜现在就是绕着 L2 在运行。L2 距离地球150万公里，并且永远在太阳和地球的延长线上，所以在那里时时刻刻都能看见日环食。当日偏食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看见月球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穿过。